我想这一次那、中国企业那、承办这一次的赛事，应该来说给这个著名的世界大赛带来了非常明亮的鲜明的这个中国元素。是从今年开始我们走出了国门，到了英国工业革命最发达的地方，30多年前等于拥有的这个赛事的地方，由我们中国的天荣公司来运营，是一个非常具有深刻意义的时刻。